刀啊，肯定是舞刀，舞刀家呀。
您是一个舞蹈舞蹈家。哎呦，就您还舞蹈家呢？那是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啊。啊，提个人，提个人，兴许我能认识。瓶子，瓶子，我知道罐子。什么叫瓶子？什么叫罐子？那什么叫瓶子呀？杨丽萍，杨丽萍，你叫人瓶子，那不叫瓶子，叫杨子呀。不是，你没有叫杨子的，你倒车间了，这是。杨丽萍啊，杨丽萍，我的学生。你让大伙儿听听，您也不怕闪着您的舌头？杨丽萍是你我学生，不是人家那么大岁数舞蹈家，你学生？我学生，不是这舞蹈我教的。你教的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他孔雀舞，你呢？野鸡舞。好，我教的。您那不是野鸡舞啊？不是，您等会儿，你跟人家这岁数也不挨着呀？怎么不挨着呀？人杨丽萍岁数不小了，你谁教的谁呀？你要说你是人家学生，这我可能相信。是不是看我长得比较嫩？也倒不是，您这个就是面容啊，这个皮肤啊，这个看着大概也就四五十岁左右。你怎么你就真会夸人啊？没有，我今年73岁，是不是比较嫩？经常抹大宝。哦，您73岁。73岁。哎呦，那你说什么是什么啊？因为我怕你死这儿，你不会，不会。我这个人呀、啊，不经常在中国。哦，您还不常在中国？经常在英国。哎呦呵，为什么我生活在英国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。哦。他这个意思是他的父亲是中国人，不是中国人都是他的父亲。不是啊，不是，别乐啊，不是。我的父亲是中国人。哦。我的母亲是英国人。嗯。所以说我生活在英国。明白了。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吗？大概其明白了。您看我给您说一下对不对啊？啊，我理解的就是您这个情况。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说，这个算嫁接。动物学呢，这个算是杂交。好一点的名词呢，您这个算中外合资。用我们北京胡同里老话，您叫串。什么叫串啊？就是形容你这样的人。好听吗？还行。好听。不是，串儿。等会儿，说的我都馋了。不是你什么串儿？你可以说混血儿啊。朋友，你混失败了吗？你见哪个混血儿混成你这样啊？再说您这个长相，您让大伙儿看看，就这个颜色，这是中英混血吗？你听听。但是我也要说一句，这顶多算是中越混血，东南亚混血儿啊。是，您混得太失败了。那失败不失败也是混血儿。你妈得多黑呀、啊！我妈特别黑，管着吗？你妈白行不行？你妈厉害，你妈白。你有骂街的嫌疑？你这人说没有嫌，不是没有嫌疑，那这纯骂街的是不是？没骂街。那你说我妈黑，我说你妈白不行吗？不好，你妈白。什么？走着瞧。我妈黑呗，无所谓，真是。啊，确实中英混血。难为你了。经常在那个英国。好，你还上人家国家待着。啊，是英国。这个笑声好诡异啊。英国大伙都知道，怎么了？是一个失身的国家。对，在这个国家呀，你跟那儿吃亏了是怎么的？什么叫失身的国家呀？失身嘛，就是系一个领带失身。您在英国就系一个领带，那可不得失身吗？这要在国内，您这算裸奔，你知道吗？这哪儿都算裸奔呢？谁光系领带啊？黑不溜秋就跑出来了，上当了。不是，关键是你晚上跑出来呀、啊？你在出来？别
没事啊，我用那个荧光裤衩啊，我。对啊，你英国那家也着火了，荧光裤衩啊。哦，就没换过裤衩，天天穿荧光的。没有，不是光系领带，穿西服啊。哦，穿着西服那怎么光系领带呀？真的不像话，不像话。哦，冷，晚上冷。你是我是怎么着呀？晚上冷，谁着火了吗？烤着暖和。绅士，哦，绅士，绅士，哦，英国，待了很长时间。您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。英国的路，抬腿我就走。英国那边太阳可不小啊。英国的报纸啊，拿过来我就看，我能看得懂，看不懂。我多余理你。英国的饭，拿过来我就吃，这有什么本事？问你啊，到了英格里士，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就我到哪儿？哦，到了英国，哎，就这个文化水平啊，就不要胡来了。啊，英格里士是英语。到了这个英国，你会要饭吗？会吗？就您问的，这都是来自灵魂的质问。会吗？我上英国要饭去。会吗？我疯了！我在国内活多好啊！怎么了？要饭你不懂吗？要饭咱懂啊，见过呀，咱坐过地铁呀，对不对？地铁有那种乞讨的，背一小音响，这腿又有点残疾，都是装的啊。然后那个放着歌，你入学的心，给点吧，像话吗？就长得比你还惨的，给点。不是要饭，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。是你该说的话吗？一场无情的我烧毁我的家园呀。对呀，你就剩一裤衩了吗？还剩一领结。在地铁里你也失身呀。要饭。对，要饭吗？要饭你不懂吗？要饭懂啊。不是不是，就是你去饭店。来去饭店要你过来啊，要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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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吧，要饭。朋友，在我们国家这个叫点餐。文化差异，你我死去，到哪儿都这么说。点餐，点餐啊，这个英国经常去啊，英国你很熟悉，那是常在这儿待着吗？啊，给我们介绍一下，在英国吃饭啊，英国这个大饭店啊，给各位介绍一下。太好了，有没有去过英国的？没有啊，那我就踏实了。英国这个随便抡大饭店啊，离远了看怎么着是一个大花园，人家那跟花园似的。走近了看啊，有围墙，有围墙，围墙这中间有一门。对，从这个门进去啊，院子正当中怎么着有一个洋灰墨的水泥池子。您在这个水泥池子等一会儿，您先稍微等一会儿，我是不等，我去去去去。洋灰墨的水泥池子啊，朋友，这两面是一个东西，一样吗？洋灰不就是水泥吗？怎么说？什么怎么说？洋灰墨的洋灰池子，水泥墨的水泥池子，好听吗？就得洋灰墨的水泥池子。得亏你不知道，它还叫混凝土。洋灰墨的水泥混凝土池子。哎呀，啊，这个池子正当中，池子里有一根胶皮管子。胶皮管滋滋滋往上喷水。哎呀，你们英国这种形容词滋滋滋的。哎，知道啊，这叫什么吗？不太清楚。露天浴池，漂亮。这叫露天浴池。我在那儿洗的澡了。你在那儿洗的澡？嗯。换了个边儿吧。洗不澡吗？我洗。分在哪？洗澡，各位啊，第一个步骤什么呀？脱衣服。对，太神奇了。哎，把衣服脱干净了。开始往身上打水。哎呀，不是，您就洗这一块儿吗？就是比划比划。哦，打水。想着你。哎，打完水，身上抹东西。哦，还抹东西。哎，这个胳膊，抹胰子。哎，胰子。这个东西叫香皂。香皂。胰子，我老了，现在都不说这个词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香皂。香皂。这个胳膊什么呀？舒肤佳。一样的。沐浴露。有您还用沐浴露呢？那是前胸什么呀？八四。你为了白一点好拼啊！后背啊，威龙先生。哎，一身的泡沫，我没烧死你啊！这几样搁一块儿，你起了化学反应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洗着洗着要中毒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要是疼。一身泡沫，那烧的。这个时候开始冲，还冲呢？不好冲。对吧，把那点皮都得冲下去啊！不好冲啊！
我们不好冲得站那淋浴嘛，一冲就完了。不是，它是交水管的往上滋水，我得去找那个水的落点。哎呦，这北京话作死就是这样。走你。看过春晚吗？黑色的小彩旗。开始冲。黑旋风。啊，冲干净了。冲干净之后啊，迈步往里走。你还敢进去呢？它这里面有门。有门。有门啊。嗯。你像中国是单扇门，双扇门。对。它那不是。人家那不一样。四片门。对，什么东西？什么叫四片门？四片门。这样，四片门。这样。转门。哦，转门。哎，这么转。哦，这么转。哈哈，你以为这么转呢？拿我当耗子了。转门。不好进，有人不好进的。走快了啊，磕脚趾的尖儿；走慢了，磕脚后跟。真难为你，你得贼着他，还得贼着他。哎呀，这有点不爱听。废话，赶紧出来。可算进去了，行了。要说国外就是国外，好啊，里边的建筑跟外边一样，人讲究。也有一个洋灰磨的水泥池子，中间也有一根胶皮管子往上滋水，怎么旁边还有一些个泡沫？孙子，你又转出来了。半圈就进去了，我退出了。进去，就得给人吓着。进去之后啊，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，哎，这是门童啊，冲我走过来了。对，叫什么？门童。门童，哎，长得不好看啊，是吗？不拿正眼瞧他，这是有身份的。拿我这个膀胱这么一扫，哎呦，迈步往里走。你先别进去，人没抽你啊。干嘛冲我呀？太侮辱人家了。怎么了？您拿膀胱扫人家一下子。怎么了？您得甩人一身尿。怎么甩人一身尿呢？废话，您知道什么是膀胱？懂不懂？懂不懂？有没有文化？谁有没有文化？普及一下啊。普及一下。这个叫直肛啊，这个叫膀胱。每人都有俩膀胱。我知道。你也有俩。行行行。你这俩没有这俩大。哎呀哎呀。您先稍微等一会儿。哎呀。我给您解释一下。双眼皮的膀胱。这个叫直肛，直肛；这个膀胱，余肛，余肛，余肛。那膀胱是？膀胱是水泡，就是装尿的那个东西。哟，你说你这把俩水泡甩来甩去啊？谁呀？这是？你自己说的，拿膀胱扫人家一下子。好，你得给人家门头吓着，是他带着武器出来的。余肛，对，余肛，余肛，也没有人把膀胱挂脸上。好家伙，正了一嗓子，你这太财不外露了，还是冲我走过来了。哎，给过来，跟我要这个礼帽。哎，礼帽，礼帽，对，给他衣帽间。他说给我放在衣帽间。对，走的时候给我。是是。礼帽给人家，给他。哎，对，围脖。好，带着围脖。给他。长颈鹿。脖子套。给他。脖子套。哎，这是家里主人怕你丢了呀。眼镜。给他。还戴眼镜。隐形眼镜。哎。抠给他。你没把眼珠子抠下来啊。假牙。哎喂。薛伟等一会儿了。您把假牙卸下来了。嗯。您一会儿拿什么嚼？哦。您是不是吃饭去？哦，对对对。这假牙您拿这个牙床子磨这个肉。哦不。太残忍了。那个不好意思。嗯。给错了。把假牙给我。哦，对，谢谢。假牙拿回来。嚼东西。走吧，不是我的。啊，榴莲。啊，榴莲班戟。啊，好恶心。哎呀，这个人十天没刷牙。哎呀，嘿，怎么这么巧？最后一个是我的。那你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你也吃饱了。小话吗？好家伙，你还能吃出人家十天没刷牙来？带着我的假牙，你经常给人吸假牙是怎么着呀？带着我的假牙，哎，开始脱衣服，还脱呀？因为什么？啊、英国那个壁炉特别热啊，英国那炉子烧的热，所以脱吧。大棉袄，大棉袄给他，大棉裤，给他，这是冬天，大绒衣，冬天刚才都在外边洗的澡。没冻死他吗？大线衣，给他；大线裤，给他；大毛衣，给他；大毛裤，给他。
大秋衣。你答大秋裤。嗯。大内衣。大内衣。大内裤。喂喂。留下您的荧光绿的裤子。多少留一点，为什么留一点？非什么话？您上人那儿吃饭去了啊？您见谁吃饭去脱的光光净净的，您就进去黑不溜秋的过节人，你影响别人的食欲啊！您多少穿着点啊？热呀！是，那您也不能这就是这样就进去啊？穿着点。对呀、啊，您这里边有灯，你这个那个什么啊？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把那个秋裤给我。哎。您先等一会儿，穿上我的秋裤，哎，迈步往里走。穿，您等会儿啊，特别的棒。秋裤，您这什么意思？啊，我这秋裤没从你那儿。平时你也这么拽着？那是 C 裤衩里。要把我这荧光绿裤衩给我好吗？我要成为这个餐厅里的一道风景线。餐厅里最靓的仔。歇一会儿吧。您就这么进去就行了，进去，不要那么引人注目了啊！你知道你这个肤色穿一个荧光绿得有多寒碜吗？不知道，找了一个沙发，啊、往那儿一坐，嘿，显得我特别的绅士。您可别撒手，嗯、您这手一撒，您又失身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坐下了，是最多掉到这儿。行了行了，无所谓，不要解释那么细。这个时候啊，开始点餐，哎，得点餐，叫服务员，叫他说英语，对。要不然容易让人嘲笑。哎，在国外，来吧 ，taxi。哎，怼死你！宝贝儿，有 taxi 什么事儿啊？您这儿去饭馆儿打车去了？啊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废话。小二。小二。英语。Small two。什么叫 small two 啊？什么小兔二？什么兔小二啊？你媳妇儿什么 three？ 真的这个。Waiter 打响指 Waiter 吹哨也行Come on Come on 这儿这儿啊，服务员过来了、哎、说话了说什么呀先生您吃点刷牙哎，朋友你迷路了吧说英语你得吃烩面你还不会哎，行吧随便点点点点给我来一个勃兰地白兰地啊，白兰地吗白兰地哎。人头狗 XO， 哎，对，人头狗啊，法老，怎么着？人头马，人头马 XO， 哎，面包裹的酱，好，再给我来两瓣蒜，哎，喂，你等一会儿，科莫的反义词儿，哎，科莫的反义词儿，这个蒜跟刚才您说的那些有点不挨着呀，怎么不挨着呀？你干嘛吃蒜？那、哎、因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这个饭店旁边就是一个舞厅，哦，有舞厅，都知道我是一个舞刀家，谁知道？都知道舞跳的特别好，是吗？比方说有人要请我跳舞啊。不好意思拒绝哦，不能直接拒绝，怎么办？那边讲究绅士，就得吃这个蒜。怎么吃这个蒜有讲究啊？把这个蒜放在嘴里嚼嚼，不能咽。怎么了？咽之后拉心，有嚼嚼吐了，就得嘴里这个味儿。什么意思、啊？比方说过了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姑娘，请我跳舞啊，妙龄女郎，这娘们漂亮的了吗？先生啊，请您跳支舞吧。什么调着呢？不愿意跟他跳，是不好意思拒绝。那怎么办？就得这样。什么样 ？Oh my god！ 先走了。英语都挤得出来了。对了、啊。哦，就是您这个作用。对呀、啊。哦，这不是您真会跳舞？真会跳舞啊！真会跳舞，这么得。嗯。您刚才也说半天了。嗯。今儿这好机会，这么多亲爱的观众，咱大伙欢迎，让他今儿正经给咱跳一回，怎么样？跳舞当然可以跳。但是拿我来说呀，我跳不了独舞。那您什么意思？我一个人跳不了，我得找一个舞伴儿，还需要一个舞伴儿。哎，舞伴儿可以，我陪您跳。咱俩来一回。咱俩来一回。有两个男人的舞蹈吗？有。你们平常都去哪儿啊？这是。就是没有两个男人，咱可以刻画人物、啊。刻画人物啊。咱来一回。什么舞？什么交际舞？交际舞，哎，里边一男一女。对，这么得了，啊，我来这个男的。哦，您来男的，因为我有阳刚之气。行行，我来女的，我还有阴柔之美。二椅子，行，那我来这个女同
志。好，你来这个男同志。好嘞。好，那个我得简单的化一化妆。太好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嘛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您是一个男同志。我是一个女同志。哦，行，你是一个女同志吗？入戏了。行，今儿这好日子，能跟人家这个舞蹈家跳回舞，各位您也算是那个什么来着了。因为听相声能见到一个跳舞的确实不容易，而且这个老师呢70多岁了，70多岁长得确实不像，长得像50多岁的一个人。哎，他化个妆挺好。老话说得好，人不捯饬不好看，捯饬完了您上演。我希望他能好看一点，因为我需要跟他跳舞，看看他能化成什么样啊。咱们拭目以待。好，您化好了吗？您画好了没有？来，给我们一个惊喜。你在后边车撞了是吧？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你把耳朵露出来。好白呀、啊！我们的手绢。好看吗？走了，差不多得了，不要再这么浪下去了。你还有什么要准备的？这个必须得记一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个超短裙。哇哦！您这个超短裙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挡上呀。哦，我就喜欢这种似有似无的感觉。您这不是纯友吗？什么就是？行了，您在这等着我吧。等着你。邀请您跳舞。啊，来。找个人呀、啊、跳舞，我给你拿纸吧。您这上厕所来了是怎么着呀？您别这蹲地，您坐这儿啊。坐那儿。坐那儿。好，坐着。女生嘛，拿我的手绢。哦，还拿手绢。来呀！在我们国家里犯法。我没说别的呀。什么叫来呀？怎么了？我说来一块跳舞啊，怎么了？没有这么说话的。您啊，就是正经一点，您坐那儿。我坐哪儿？您别坐地下。我坐哪儿？您就学一沙发。学一沙发。我学一沙发？不是，坐这样。坐沙发上。坐沙发上。对，不是让您学沙发。学坐沙发。学坐在沙发上感觉。好，知道。是什么状态？行，哎，找个人跳舞，也是没有别人了，怎么办？小姐，请您跳支舞。娘认生。小姐，请您跳支舞。吃什么了？这是，小姐，请您跳支舞。